我跟你说，别小看这场枕头战，它可是印尼国庆的时候啊，乡下人家的热门活动。因为男女老幼呢都能参加，所以用最简单的快乐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庆祝国家生日。他们国庆日才会特有的活动，是那毕竟世界第一的呢，就是会来体验当地人的生活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枕头大战到底要怎么打。没错，我想要请他们示范，会有示范赛，感觉是很专业的比赛，因为有三个裁判。我刚刚看到这个石子啊，跟他那一根木头，然后他在木头上面先抹一些泥巴，让它滑一点。我就觉得他们以前呢，一定是常常办这种比赛，而且他们看起来就超级淡定的。这根木头很细耶，我也觉得抓得住吗？你坐上去。移动可能都有问题，要怎么样打对方？我觉得我就移动不过去，我可能就先掉下去。这样夹着，感觉做得很痛哎、欸！而且他的脚是不能碰地，等于你要从到尾都用屁股，就是夹着那根杆子，你要夹着它，而且然后移动。对，而且像这个胜负常常就是一秒之间的事情，下去就下去，来不及、啊，完全没办法再起来。掉到水下，不能掉水，不能掉水，然后屁股夹是不是？对，这很难呢、欸，我脚不能碰地，脚不能碰。啊！哎、欸，我以为他会赢哎、欸，我也以为他会赢哎、欸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，这么滑，合理吗？你们想要派出谁？我们派这位黑色衣服姐姐。怎么会这样？原以为可以一击炸裂称霸全场，哪知道竟然落得1-1的局面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场腥风血雨的对决无可避免，这场外景人的内斗即将登场。到底谁是外景女主持扛把子？要打就来杆子上打。Yeah!
要攻了吧？我傻眼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很容易耶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滑。没有，你光就坐在上面，就你光坐在上面就很难了。你光要维持平衡，用大腿去夹这个东西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以为那个抱枕很轻吗？那抱枕重爆，抱枕有够重，跟我壶铃一样重。中大了，已经变这样子了，这么重。穿成经费都可以给好一点的跑车，他们经费都拿去变奖品了啦！我大傻眼嘞，太滑了，太滑了，真的太滑了。所以现在这样算是平手？算有点平手哎，这样子，我那就一起画眉毛。不是一起不画眉毛吗？不是应该一起不画眉毛？这是输了要画哎，我观众都看到了，怎么回去的样子啊？哎呀，太难了，这真的太难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虽然难但蛮好玩。我可以想，好玩，我可以想到国庆庆典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赌盘，大家在那边咕噜咕噜，然后在那边玩在一起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。这其实那种有点像打完之后感情更好的概念。对，那个核心真的要稍微出点力，真的很喘。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要出这一趴的话，可以先知会我们，我就素颜来。不要化妆，我昨天不要洗头了。Hello， 我化什么妆啊我？早上6:30就起床，这边弄头发弄个什么劲？好笑我哇！你真的，这是我见过你最漂亮的时候、哦，很立体吧？我天哪，你五官最立体，给我，比给我，哇！